第十四题，已知 x、y、z 三数的算术平均数为4，然后把这三数相加，除以3，等于4。因此 x 加 y 加 z 就等于12。好，接着要求 x 加 1，y 加 2，z 加3的算术平均数。x 加1加上 y 加2再加 z 加3除以3就等于分子是 x 加 y 加 z， 常数项是1加2加3是6，等于 x 加 y 加 z 也就是12，再加6除以3等于12加6是18，18除以3等于6。